我们出发吧。好耶，好耶，带喽。开心吗？开心。赢了滴答币，而且你不明白那种赢外人滴答币那种感觉是额外的爽的，你知道吗？今天继续有这样的环节吗？我们可以赢他们的滴答币吗？他们就每人剩400多了。对啊，嚣嚣张张的骑着那个四轮车过来，每人3000的。我们现在目标是赢完节目组的所有的滴答币，然后我们要乘九良的贵言把这个岛给买下来。对，我们要买岛，然后我们重新盖一座，盖一座之后让导演们来玩，给你们滴答币。那大家知道下午是什么项目吗？打鱼、赶海、插秧、表演杂技。那五痱子，五现在已经五幅画来了。各位一定要注意一点。想上厕所的时候千万要憋住，不然这一点都出不去。等等，所以过去这么多期没有这衣服的时候，我没有啊，我不干那事儿，我是个体面人。我就提醒一下，我怕你，我尤其是怕你，你知道吗？多虑了，干这个事情多虑了。大家以前有尝试过泥潭的项目吗？没有。没有。但其实小时候踢足球不也会老被浑身泥吗？浑身泥跟泡在泥巴里面是不一样呢。不一样，不一样呢。对的。哎，大家是不是都唱了很多很多歌？但是会不会有一个就是睡不着的时候突然间这个全部回来，然后就睡不着？还是只是我一人有这个问题？就是你会经常唱，然后就会老会想到。对，我会突然之间就睡着了。平安，祝你平安，然后在这，我就一直循环，潜意识里面，对，就睡眠时候有时候调动那个，对，一直，对。